这三个。前五十是听命办事的，他不是做主的，做主的就这三个。那么这三个不用了，不就转世成智了吗？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，转摩那为平等性智，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。那这就是你会不会转呢？不会呀。真的那个眼见色立刻就起分别，就起执着，起分别执着落二三呢，你就落到十里面去了。二是什么呢？一根一识。三呢就是一识、摩那识、阿赖耶识。才动一念呢已经落二三了，落二三就变成凡夫了，不落二三呢那是佛与化身菩萨了。凡圣呢差别就在这里啊。所以佛菩萨就看到你的时候很惋惜，你为什么要起分别执着？你不起分别执着，你不就成佛了吗？为什么要起？这一起怎么样呢？一起把那个四相啊扭曲了，真相你见不到了。当你不起妄想分别执着，你看到是真相，叫一真法界。起了这个念头之后呢，落到二三，落到一识一根里面去了，外面的相通通扭曲了。所以境界相里面呢，你有喜欢的，你有讨厌的，你有想获得的，你有想把它唾弃的，你就这都是分别执着吗？严重的分别执着，这造业啊！造业，那你得受报啊！你见不到事实真相，你没有真智慧。所以这个教光大师注楞严经主张摄食用根。摄食用根是什么呢？用第一念，绝不用第二念。有道理，是好，但是一般人呢，我做不到。